今天是我们时装组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学系的展演哦。我们一共有224组同学，那选出来了今天的30组来做这次的展演。今天主要是时装组的同学来讲的话，主要是他的作品上面的廓形跟市场性的结合，还有一个创造力。我觉得今天的评审给同学高度的肯定，是在于他们不仅是在他们的发想上面 connect 非常的强烈，尤其在服装的材质、它的 textile 上面，还有它的线条的廓形，以及整个展演的效果，我觉得都是非常棒、很杰出。其实我们毕业展演哦，是在一学期的时间做出来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尤其是我们经过了初赛、复赛还有决赛。这样子的三个状态都有导师还有业界的专业人员进来去给他们很多的建议。这部分来讲，我觉得是实践服装设计学系最有特色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很 nervous，尤其是在于他们的概念怎么从零到有，怎么长出来他们整个 process 这件事情。所以呢，一开始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到怎么把 mood board 做出来，到怎么样做成它的胚芽，到今天看到的整个展演，包含它的 make up， 它的整个 hairstyle， 所有的全部都是同学一个人完成7套作品。